容的，我们可以摔出去了。相信你的开始能够你的不是那个位这个 watch party 你有吗？你先学大家好，嗨，大家好，我们还在忙着学。对，我现在先可以知道15个啊。我们现在先把这个 live 分享出去，给更多朋友知道。那么 Evelyn 老师才会正式的跟大家分享。是，如果你是我的学员哦，请大家都上来这个 Vmen 电视台，然后把它分享出去给 WhatsApp 的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在这个 Live 那边啊听我们啊这本你就是品牌新书的分享。OK， 好，我们再筛一下，我就再分享出去。你可以给你的 WhatsApp 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女性圈子，其实我们的书不只是讲女性啦，男性也可以来听一下的。对，想要我们有5分钟来做这个动作好吗？我们5分钟过后，我们的老师就正式跟大家跟各位观众分享个人品牌的魅力何在。是，所以请大家赶快来上来
而且有机会赢票来我们这个星期六哦，在比扎耶的企业领军魅力大会啊，所以要赢票要出席我们这个非常精彩的你就是品牌大会的朋友要赶快上来哦。各位在线的朋友，给个 good 好不好？呀，如果你在线上的话，我们至少知道你在这儿。五点小时。谢谢。一点钟不小时。通常直播都是这样子，人数不到我们不开始说，对吧？有时候我们也这样说，因为可能有些人朋友还在忙着，因为我们有一些微商，声音还 OK 吗？听到吗？大家听到吗？还可以吗？会小声吗？好了，人数也差不多到满意的，稍微满意的水平。那么我们来喝杯水。有朋友了吗？正开始，我觉得值得拖时间。也许我们讲讲一下，可能就会有一些朋友就陆续上来了吧。有很多朋友来了，来了，好。请大家可以帮忙分享出去哦，给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星期六的大会的讯息哦，也知道说哎，到底要怎么是什么是个人品牌，所以我等一下就会分享。我也希望说哎，安妮可以让你的一些观众啊、听众朋友啊了解，真正的了解个人品牌的魅力，好不好 ？OK， 好。声音还好吗？听到声音就给个手势吧，然后我们就要开始了，老师。可以，大家吃饱了没有？有点小声哦，有人讲有点小声，听到吗？声音，可是听到吗？声音，声音好吗？那我开大声。哦，你开大声哈，好。
到吗？我的一些学员叫他的卫生团队已经来了，所以我看到非常好，谢谢 Niki 老师，谢谢大家。好的，大家晚上好，今天该吃的都吃了吧？是，已经不早了，9:15。对对，我还没吃饭。对，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马来西亚非常著名的这个国际个人品牌形象导师，也就是我们的形象大师 Evelyn Zheng 老师，今天就在我们的现场。要用这个。各位就是观众朋友啊，听众朋友好，也谢谢 Annie 哈，你们邀请我特地在这个时间这个时段上来这里啊，我觉得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非常温馨的空间，女性温馨，谢谢。其实只是邀请女性吗？想问一下。不只是，只要对女性有帮助的课题，我们都会邀请上节目来分享你的故事。OK， 其实所以这个女性的 Women 电视台呢，也是我最近接触到才发现，哇，有这个特色，就是可以分享更多关于女性或者是男性也可以啦，可以对不对啊的一些可以让你改变你生活、你生命的一些点点滴滴。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非常开心，是可以成为，就是你们 Women 电视台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星期六大会的一个媒体伙伴。我们要这样子哈塞过去吗？各位观众，如果你们听得到，我们就不用麦克风，听得到吗？其实不用麦克风会听得到吗？应该还好吧。OK， 好，那我们就不用了哈。我觉得用了觉得很拘谨。对对对，我们就要这样子 pass 来 pass 去。对对对，所以有点麻烦。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 Evelyn 老师上来我们的节目，这一个最主要呢。最主要呢，我们今天是想要从 Evelyn 老师身上挖一些宝，让他来为大家分享，到底这个个人品牌对我、对你、对大家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觉得 Annie 你很，经过我在那一次就是两个星期前哈、邀请你去当我的评判，你是不是对个人品牌有一点见解？一点点是我在上两个星期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 Annie 和 Patsy 去我们的一个三天课程哈、就是个人魅力品牌的结业典礼。有没有结业典礼的学员在那边？有没有？有没有人在 EEB 34.0的学员有没有在那里？有的举手一下所以如果你们在的话，你们就会知道听了很多故事，对吗 Annie？ 所以你知道吗，其实个人品牌真的不只是外在，所以在结业典礼的时候你也知道说学员改变的是从内到外的自信，然后他们甚至要就从他的 lifestyle、 他的个人生活、朋友圈子、他的人脉那边都要一直的努力。所以我的书就是你就是品牌，真的是用很多的篇幅就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个工作篇，我们也有就是关系到我的生活，就是帮人家改变了13篇、也有我的那个所谓的闺蜜篇。闺蜜篇就是我的会分享一些我跟我的一些战友的故事，我 Mac V 的一些女性企业家的故事。然后呢，我觉得这些都是会形成我们的个人品牌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还有我们的家人，我的两个宝贝的故事。所以我主要是要告诉大家，个人品牌真的不是穿着而已。所以在那个你在课程的结业典礼上，你就会看到大家是从内到外了解到我们是用5C来告诉大家说要怎么一步一脚印的慢慢塑造自己的个人品牌。那老师你觉得我的个人品牌还行吗？你的个人品牌很有特色。很有特色谢谢老师夸奖。
因为那个就是你的 style 哦，还有就是你讲话的语气啊、哦，你的眼镜这些，所以一路以来我觉得你都还蛮 consistent 对吗？就是走这个中性的路线。嗯，对对对啊，所以他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在我们的风格里面哦，我们觉得是比较中性的，嗯，然后讲话比较就是比较帅气的，比较自介的。这就是 Annie 导演的个人品牌，耶、yeah, ！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做回你自己，要很真实的自己啊、嗯哦！所以这本书也是有提到，说不是说哎，你包装成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对 ，Hello， 这个是叫做 Starling， 我以前 N 年前也做过。对，其实，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有时候会有很多长辈，他就会把我们带去一个形象改造的地方、嗯，就很想把我们改造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哦，你曾经去过吗？会不会有这样子？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经历？是，就好像我以前做编辑啊，stylist 的时候，我是帮明星或者是模特而改造。每一本杂志，他要的就是第一个 cover shot 嘛、嗯，然后那一个季节流行什么，我们就把 you know 明星穿上最流行的服饰。哦，也许知道说他可以性感，因为他身材很火辣，就让他性感。嗯，所以其实这些是造型，不是形象，也不是个人品牌。原来那个不是个人品牌，所以要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我用了这本书是我十年的心血。嗯，怎么讲呢？因为2009我出了第一本书，那时候那本书是叫做《魅力魔法书》。嗯，你知道吗？我前一个月就开始做一些宣传的时候，竟然有朋友以前买过新旧书的朋友，嗯，告诉我说 ，Evelyn， 我买过你的书，我觉得很好嘞，哦，我还想再买新旧书。他说还问我旧书还有没有？绝版了吧？绝版是，绝版了。因为那时候印了3000本，然后卖完就算了，嗯、因为卖书其实不简单，卖书在马来西亚。不赚钱是不赚钱，然后我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没有的工作哎，然后就是去编书嘞，闭关在写书，闭关。其实这本书也不是说这几个月写出来的，就是这近几年、嗯、我在中国报，我在风采、的一些分享，还有 Bestige 杂志，然后我在想尽办法怎么可以把这2009到现在的一些心血，我学员很精彩的故事一起片在里面，非常棒，我可以看一下吗？他拿到来现场都没有给我摸一下，不可以吧？这其实明天正式的素材会推出来，这是这个 mock up 哦。OK， 所以我应该是第一个看到这本书的观众。是你是第一个，不是第一本，就是不是第一个摸到书的，可是是第一个导演看到的。前两个都是没有这样的第三个 OK very good， 所以你看有不同的篇幅，然后我们的有地姐也给我写书评、嗯、来看一下吧，各位谁想要跟老师买书的可以去到我们8月17号，哎，这个书还没有发布的，所以不可以给你们看，当然可以上我的网页，就是我们有 stroke 就是 event， 等一下可能可以告诉大家 event.imagestar.com， 它也可以在那边订购书，可以在那边订购。嗯，对，如果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是在不在吉隆坡的，他们无法来嘛。嗯，对。所以这本书呢，是我就是这几年，然后我尽量就是那个问题是什么？太多故事要，就好像。太多故事要放进去，嗯、可是篇幅有限，嗯、哦，那就出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呀、啊，总共3集呀、啊。可是很痛苦啊，就好像拍电影这样，安妮、啊，导演，你知道拍电影是不是很痛苦的事情 ？Avenger One，Avenger Two， 是下一本，所以哪一个 publisher 我会给别的出版社帮我出，因为这个第一本和第二本我都是自制出版，然后我用了很多时间。因为我是一个对我的宝贝是追求完美的，所以出一本书其实不难，可是要出一本好书真的很难很难。出一本书真的不难，你可以随便画几张卡通，然后你有钱买去印刷了就可以出了。对，因为这几个月我甚至在每一个就是每天睡觉之前，我就想一下，哎，还有什么忘记？然后又
当初还没有偏好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把一些东西料啊放进去。所以我还记得这一两个月，我每天4:30会自动醒，然后突然间想到说，哎，我书好像有一些照片没有放好，我的那个学员60岁跟他女儿来的，我还没有放。哎，我的那个照片去了哪里？然后我的片记有没有好好放？然后甚至最后我还记得就是这个，你看啊，我这本书是给谁？我写这个字啊，这里第二面哦，我要献给世上最什么的你。我本来是写我要献给世上最特别的你，可是突然间4:30惊醒，我说不行，我要献给世上最珍贵的你。最珍贵的你，所以我每天就在那边纠结，每个晚上哈都有一些新构思啦，然后一些文字或者是图片要更改，所以这个就是偏书要出一本好书的那个痛苦，所以我是希望说我可以把最好的带给大家，再把一起。那大家要好好珍惜这一本书哦，如果还没买的要快点想办法买到。当然很多我没有办法把我这10年的学员的照片放在里面，不是我不爱你们，是我真的篇幅有限。当然我希望说，如果你的故事没有在里面，可是我还是很珍惜跟你们一起就是改变一起度过的时间因为会有人看，老师为什么我没有照片 ？Oh my god！ 我在片的时候甚至有担心这一块，或者是一起跟我合作过的老师，我都很感谢比如说还有淑珍老师啊什么之类，你有照片的都有，所以我尽量就是把我的我觉得非常可以分享的故事都放在里面还有照片当然里面有很多是很精彩的学员故事。你要知道吗？你要导演要不要把它拍成电影？要，因为比如说有一个我们拍3集，三级片，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对对，可是我们要 sponsor 先。其实我们的学员有不少很精彩的故事因为太多了。比如说我第一篇的时候，工作篇，全民形象老师，我就记得有一个。一大半人是来自一个团队的OK， 我不要讲他的品牌，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些是在巴萨卖菜啊，卖水果啦，有一些做直销的所以大家都觉得他们来的时候其实穿的那个衣着，有一些甚至是穿着冬装来，因为他以为冬装，对，他以为那个是大衣，因为我的要求是大衣冬装，对。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是阿笋糕阿笋糕，对对对，好笋，然后有一个林仔，然后总之是名字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平民化啦然后我发现说他们一直在告诉自己说老师我没有什么自信我没有什么上过教育，可是你知道吗，他们每个月的入息是几万块的可是就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一份的那个 self image 尊重然后有一些甚至告诉我的孩子都不尊重他们，觉得你的爸爸在巴萨卖水果批发水果，没有形象，没有那个他们觉得爸爸不需要尊重爸爸。所以有时候我发现说就是这些朋友呢，他们真的是要先对自己下肯定所以第一天开始我不是教他们形象我是帮他们换名字换名字没有听过来这个故事所以在我书里面有写换了名字，我说换名字要3.6吗？没有没有，上我的课就可以免费的，免费换名字，真的真的、okay. 他有了就是那个英文名字我把阿笋糕变成 Nelson阿笋糕变成 Nelson 然后形象当然你改变了对对，然后3天过后他真的是有保持，当然不是去巴萨，其实你有没有去过日本的巴萨没有，没有吗？改天去 Tokyo 或者是去日本哪里都好，你去他巴萨看一下，他鲨鱼的sashimi的那些大叔或者一些帅哥都很帅发型很酷，然后有胡子什么然后可能有 muscle， 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场合你都可以
哦，有自己的特色，很酷的。不过我觉得是环境吧，巴沙在马来西亚的巴沙不见得他们穿得很帅。他不用穿大衣，当然他去巴沙的时候，他可以比较整齐，他可以比较有 style 一点，就是发型改一下。可是他也有做，就是业余的时候他也有做直销，他需要上台。穿衬衫、啊。他不再穿错那个大衣了，他不再穿他的冬装。脚踝团的 ，OK， 他就买对衣服了。我还记得三个月过后，他得到这个团队的最佳改变大奖。然后他也告诉我，就是 you know 他的孩子也比较尊敬他哦。我觉得爸爸不同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是一个人，一个无论你是一个在巴沙卖菜啊，还是你是企业家或者是专业人士。你需要塑造自己的个人品牌，你的形象其实并不只是为了见人，而只是为了自己的自信，还有为了让别人尊重，对吗？甚至是小孩，比如说小孩都会，我觉得现在的小孩都很现实，都看品牌。为什么呢？我家小孩啊，他真的是，我也没有说特别教育他要能买什么品牌，可是去到 supermarket 就是会告诉我，妈咪我要去 Smiggle。啊，什么来的 ？Smiggle？ 有。你知道什么是 Smiggle 吗？就是那个很出名的，然后出那些Answer Box 啊，什么之类，他们都美的要求，对品牌都有认知，只有六岁一定的认知，对，有一定的认知，六岁其实都要求品牌，都要求 you know 一些东西是漂漂亮亮的。不是卡顿就可以骗他，他讲我要这个品牌，现在已经不流行卡顿了。这么厉害，才六岁而已，就懂得品牌了。所以品牌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是，就好像 Vimen 电视台，就是帮很多企业家打造品牌，对吧？除了帮企业家打造品牌，我们 Vimen TV 就是希望为社会灌输多一点的这个正面思考的事情。因为我个人来说嘛，老师，你每天看新闻、看报纸都会先看到什么新闻？我每天看。假设今天我们去买一个报纸。我们通常一开就可能就是比较 negative 的，就是比较负面的。不是水哪里有爆炸啊？国际的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哎呀，都是。所以你觉得是的，因为这个世界上。肯定，因为有一些比较就是负面的新闻，就是所谓的人家会很喜欢看，就好像网红。我也是有讲网红的，有说网红。对，这里说的很多。不是，我是讲说，因为很多人要当网红。对。哇，拼命就是想当网红。对，想红。其实想红，对。然后就做了一些在这个 Facebook Live 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做，甚至骂人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在想，有这个必要吗？因为我们要做网红的话，我们可以代表我们的品牌，代表我们的产品，代表我们的服务，可是也会代表你的人文素质。对。也代表马来西亚的形象。对。所以我甚至培训过网红，是一个公司培训，就是要养一些网红，帮他们卖产品。然后我们就培育他们，要讲纯真的华语，可是很多观众不 buy， 他们喜欢听那种很道地的，然后可以普通话穿着又 you know 就随便这样子，然后主要是感觉是哇 you know 非常的，他们觉得有亲民啦，这个也是一个 style 了，只是说我们去讲述每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对我们的自己负责，也要对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负责。对，赞同。对，所以很多人可能企业家就会告诉我，不如我去当网红，学怎么当网红的课。其实在我的这个个人魅力品牌，就是要培训你怎么有自信，你可以去 live， 可以更有自信的去 live， 甚至上台去代表你的公司、你的产品，当你公司的代言人。一定要啊！每一个人，如果你说多了，你不一定是网红，可是至少人家会了解你。人家喜欢你，肯定就会购买你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我的讯息啊。其实老师所做的事情跟我们 Vimen TV 的宗旨很像，我们都是要就推广一些比较正面的文化，正面思考的模式，还有都是很开心的新闻，
大家都喜欢听好消息，我不希望我们的电视台一开始为了要拉观众而报负面的新闻。那种爆炸性的八卦新闻，被人有谁谁谁被强奸了，然后谁谁谁自杀了，谁谁谁跳楼了，然后哪里吵架了，哪里打架了，那些我们拒绝，暂时不报。因为我觉得是啊，人生是我觉得人生当然有很多的那个挑战，对，所以每一个就好像我们办八一七，我们要集合300个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团队很小，所以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挑战我们才可以精彩，然后我觉得女性其实真的是应该互相支持，对，而是不然你告诉我们的观众多一点关于这个8月17号的这个企业领军魅力学这个课程，可能比温的电台的观众还没有看到，也许等一下我们可以 post 一下找导演，对，我们等一下会再 post 一次啊。几乎这个除了这个企业领军魅力学有4位讲师在台上分享，除此之外也是我们 Evelyn 老师的新书推荐里哦。对，其实一开始呢我是想推荐我的新书为主，那你知道越搞越大，越搞越大，一定要搞大，一定要搞大，因为我一直讲要突破自己嘛，所以我这次就就是破出去了，甚至我还要跳 K-pop。你真的跳 K-pop 吗？在那一天吗？这个可以想象吗？现场的观众谁要买票？10张，你10张，是我们剩票还有限啊，所以要赶快。我非常幸运的，我要感谢我的学员啦，也是最近毕业的，我给我灵感。我要突破，所以我就让我的那个学员他是 K-pop 老师，所以在这一两个星期就快马加鞭的教我们这些会上台讲话不会跳舞的人，我跟我的另外两个老师再加我的两个舞蹈老师都会呈现很精彩的 K-pop。 哇，谁想要看老师跳舞的要快点买票，一人带10个人来。对对对，然后当然很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整个一天的那个分享会其实会很精彩，然后如果你想学个人品牌的，当然我就会很细心的告诉大家怎么从每一天开始去塑造自己的个人品牌，让你不是网红也能红。因为我真的有学员经过那这个培训过后，他3天之内 WhatsApp 给我，告诉我老师怎么这么多人要 at 我啊，多了300个。哇，对，等一下我可以给你看，比较爽。然后有一些甚至说，太多了，我要开 Instagram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成功不只是去学什么技，你要学很多了，比如说怎么做生意啊、技职之类。但是你有没有自信？你有没有个人品牌？要不然没有个人品牌，怎么去站出去技职？有谁会相信你？有谁会投你呢？对吗？所以呢，我讲了个人品牌过后，我也把 Maggie Fong 老师带来。Maggie 老师大家都了解，客家山寨的寨主哈。对。然后他就会分享这个新合伙攻略，教大家怎么站出来集资，去找合伙人，找人合作。对对，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亲爱的 Celeste 老师也是我的心灵老师，是他告诉我八一七是好日子的，真的是好日子，很多人都有很多 event。所以我们现在要告诉你，我们的 Celeste 老师算了。8/17你来的话，你会在金钱上的 mindset 有所改变，会吸引到更多的金钱。因为我们是讲的主题3个 tips 告诉你怎么吸引金钱的大法。吸金大法。吸金大法。一定要上。简单的。8月17号那个地点是在 Berjaya Hotel。Berjaya Times Square Hotel。对。还有最后一个老师我还没有讲。那个是我重金聘请从广州来的礼仪老师，因为现在流行一带一路，是不是访问过很多？这个一带一路是这个习大大的一个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使命，
至今这个一带一路国家已经到达了127个国家，嗯嗯，让我们的中华文化可以从一带一路这个使命这样子传扬出去，把中国品牌走向世界，这个是习大大要的。那么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尤其是女性呢，你在这个一带一路你看到了什么机会呢？所以我们就把老师请过来，主要是要告诉大家怎么去连接跟中国市场，嗯，你要注意一些什么。对啊，这个中国老师我真的是要他真的是分享，哎，精髓要去中国，首先要注意一些什么，因为大家都想去中国做连接，嗯，把我们自己的产品推广出去，因为那边有多少亿人口啊，哈。其实中国缺的不是产品，你说中国人什么没有，什么产品你今天给他，明天三天后就出来了。对，但是模式非常重要，我们要把我们的脑袋带过去，不要把钱带过去。我们是要卖我们自己，而不是把他们的东西买过来，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要怎么这么跟他们做生意的礼仪，一些很重要的。所以我都会叫老师很真诚的去分享。所以这些这一天下来呢，我觉得大家都会学习到很多怎么塑造品牌，然后一个企业家应该要铺排的他的 strategy。因为我们有合伙，我们有个人品牌，我们也有去中国的连接，甚至我们还有一个北京老师培训出来的旗袍秀。总结来说，这个八月是可不可以这么讲？这个八月十七号的这个活动，就是从你的内在、外在到你的钱包，都在这个八月十七号的课程里边。是，我觉得因为我要顾及大家，女性就是要美，可是要懂得赚钱，要怎么拿钱啊？除了身心灵还有财富。对，所以一个女性你要有钱，你要有财富，一定要来我们这个企业领军魅力学十七号。对，然后一开始其实在早上有一个小小的论坛，是名人来分享，就有我的赞助商就是我们的那个 eWave 的老板 CEO Mr. Peter， 然后也有我们的那个Rosie 的 founder， 就是 Latin Street JC，我们 Matt V 的代表 Dr. Winnie， 还有 MHA Malaysia Hair Association 的代表我的好友Michael Paul 来分享怎么塑造个人品牌，很直接的告诉他们的个人的秘诀。所以不只是我，还有真正怎么在就是他们的领域成名他们都会告诉你一些秘诀。多一些了解。所以我有朋友有问题吗？我们可能要听一下有没有朋友有问题的。好了，现场的朋友我们也聊了一段落，现在我们要派礼物吗？老师可以啊。 有人在吗？谁说要跳 K-pop？ 有人要买票的老师因为要跳 K-pop， 有人真的，我们的 K-pop 老师非常的棒已经有从四岁开始跳到21岁的老师，你知道吗？哇，真的，四岁他的妈妈已经开始就培训他培养他了一个是姐姐和一个弟弟，所以他本来是我的学员，这现在是我的舞蹈老师所以我是觉得我非常幸运，身边都有很多的贵人。所以是我的学生的，其实我们都互相学习。无论是什么年纪，就好像我这学员是17岁的，他就教我舞蹈。17岁的教你舞蹈，就是那天啊，对对，就是那天那个两姐弟的，对对，当然他们舞跳得真的很精彩，他们已经从4岁就开始跳到17岁，21岁嘛。然后他妈妈也是非常棒，所以呢就真的是帮一直在培养他们，所以这么年轻妈妈就带着两个女孩子来上我们的课，说让她从小从年轻就可以培养个人的气质、个人的那个修养还有个人的形象。所以我们这一次无论是你可以是年轻的朋友，比如说teenager， 然后你跟着你妈妈来或者爸爸来都 OK。
所以带你的小孩来也可以，没有问题。嗯，那老师你认为个人品牌必须从小开始教育呢，还是等我们这一把年纪了才来改造？当然如果是讲内在的修养，比如说修养这方面，当然是从小开始。嗯，然后从小的话你知道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那个礼仪的话，当然你就很容易的去学外在的。嗯，所以内在的那些 etiquette 呢，我们从我最年轻的，我如果我没有错，我记得我教过最年轻的好像是7岁。嗯，啊，他的爸爸打斗来的，就老师我要给我的3个小孩，我们就特地去槟城教他3、4个小孩。嗯，啊，所以无论什么年纪，在新加坡也是，他们从就是可能是小学就有教这些礼仪，餐桌礼仪也算是一个礼仪的一种。嗯，因为我们的这个个人品牌包括简单来讲啊，嗯 ABC 还记得吗？不是，我没有上课。还没有上课，对，可能那一天他来接我，我没有讲课，我只是给他看学员的改变，没有上课啊。ABC 呢，现在透露一下，就是 appearance 啊， appearance 啊，你的外在的啊，来把笔记一下。appearance 当然 appearance 里面也是可以分很多块，包括颜色，把笔记在我们的包括你的颜色呢，为什么能量学我们也会讲到，到现场示范，哎，到底你有没有这个能量，也许你穿的颜色错会影响你的磁场。嗯，这个很重要。这个是 ABC 法则吗，老师？对对对， A 里面的法则。这个能量颜色学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因为我也学过一些 Reiki 啊，我觉得心灵跟我们的外在都要结合，所以在现场我会做一个示范，大家就知道你到底穿的颜色对不对。而我在这本书也有提到，我有一位学员哈，如果你看我这个 chat 的啊，对对， okay, 他穿错颜色他就会他的那个 energy 就很低。B 是什么？ B 是 behavior。 behavior 好，我很乖，我来给大家做笔记。OK， Annie 来导演就把它看下去了。okay. 就是你的言行举止，你的礼仪，有没有去尊重别人，有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嗯，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嗯，是有时候我们往往在情绪不好的时候，还是匆匆忙忙的时候，还是紧张的时候，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忽略。嗯，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思考我们的 behavior 有没有做对。嗯，所以要看我们自己啊。所以我觉得把我们最好的自己呈现出来，然后也要关怀别人啊，要注意别人的感受也很重要，这是 behavior。 还有一个 C 咯，最后一个 C。 C 是 cash 吗，老师？啊，要来我的817，我就会告诉大家什么是 C，怎么可以做更好的 C。 其实817我们会讲5个 C 了，所以比较多细节可能在这里你们听的也不清楚。因为没有 PowerPoint 我们特地不放的因为大家没有去上课就领悟不到那个精华。老师比较喜欢的是能够很亲密的跟大家交流，交流很重要。因为在现场很多人说有一些学生说，老师不如我看 live 啊，看 YouTube 学习就好了。可是我会告诉他，如果你没有来现场，你没有 feel 到那个能量，对，你没有来上课，你没有被老师加持，对，被加持过，被你可以站起来发问，你被 coach 过，一针见血过后，你的领悟是不一样的。对吗？就不要自嗨嘛，要嗨就一群人一起嗨嘛，几百人陪你一起嗨呀。对对对，我们也那时候 Women 电台就是也会在那边做 live， 可是不一样的。你们来现场，你们可以认识更多朋友，对，可以增加你们的人脉。也可以现场找到老师签名，和他的新书。跟他的新书一起合照和签名，但是今天这个机会给我拿去啦。
是是，八月十七号，希望你们可以来参与，然后学习啊，所以这个才不会辜负我及我们的团队准备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又跳舞，然后我们使劲把把，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很难忘的一天。不是所谓的很 boring 的坐在那边听课，所以大家真的会觉得哎很精彩。外面也有我们的不少的学员，然后都是我的赞助商，比如说我们有设计珠宝的 NG Jewelries，他也是我的学员，然后上过我 trainer 的课，他就会有一个 booth 在那边哦，给大家看他非常漂亮的首饰和珠宝。然后要美的，我们也有哎，马上 spray 了 stem cell 打进去，你可以马上脸亮起来的 ruby cell。当然化妆，我们也有我的学员的化妆品牌 Miss Rudolph 来参与哦，大家都可以去他的 booth claim 那个 docking。而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跟我们有密切贴身的关系的，每个月都要用一次的哦。我不懂是什么拉菲哈，是很著名的马来西亚的自家品牌的卫生棉的那个微商品牌，他都有来参与哦。所以还有我们来自台湾的 Dr. Yu， 所以在现场买票的朋友，还有我忘记带来是 Dr. Yu 哈，赞助大家270块的serum 精华液，真的可以哦，对于敏感皮肤或者普通皮肤的精华液都很好用，所以只要有一张普通票的朋友都可以获得这些礼品。那老师，你的这个入门票的价格是在？我们入门票非常便宜，而且是非常物超所值。怎么讲？就是98是普通票。你会拿到我们的 Dr. Yu 的赞助的 serum， 还有500块的 facial voucher。所以值得。对对。而且还有4位名牌老师为你讲课。对，然后我们也有16D，就是第二个是 VIP， 可以坐前面一点。你可以 feel 到我们的能量，可以比较接近老师的168的 VIP 的票，只是168还送 yellow fun， 对 yellow fun， 然后1000块的我的Glossy 送出的 PRP 的 treatment， PRP 就是 doctor 会帮你注射血小板注射到你的脸，所以你的脸有什么皱纹可以。就是一两天过后，你会发现你的皱纹会细了，毛孔也会收缩的。PRP 是doctor帮你打针哦，不是普通的 beautician 哈、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的 Glossy 赞助商，所以 VIP 的票就会拿到这个1000块，还有我们的500块的 facial voucher， 还有我的书哦，都包在这个 yellow fund 里面。哇哦，非常值得。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你拿不到书，所以你就会可以在现场拿到书了。好，那么今天谁在现场陪谁在线上陪我们到结束的话，我们就会送出票，哇，一张几张的这个普通票啊。然后等一下我们会问几个问题，那如果有谁在现场答对问题的朋友，就可以跟我们索取我们 Women TV 有的这个免费票啊，因为老师只把这个20张的票，啊，我们 Women TV 只有20张的票。对对，所以我们要问问题了吗？还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对于我的新书？那老师，你觉得我今天的造型可以吗？我觉得 consistent 很重要啊。他说是，你是不是去染了头发的颜色？对，对，哎 ，Bessie Senzo 的广告。对，我就看到。所以今天的造型是由 Senzo 赞助的。扣影有没有在线？扣影，谢谢你们。他帮你剪头发吗？剪染。跟帮我设计另外一个造型。难怪我就觉得哎，那天见到的那个发型颜色跟今天有点不一样。今天没有 baby face 一点。
瘦了一点嘛，封out了是吗？你还剪了头发就封out了吗？我还没有给你那个 voucher 去打 PRP 打了就会马上 live up 了，真的。打针吗？PRP 对，那个是你用那个血小板的针打上去你的脸、当然、导演的脸本来就小还好是可以，因为每次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哎，脸是不是很想像 V 脸或者是像一巴掌脸、其实很多人真的是觉得有下水了可能有这个必要。当然是一个美体能，就是能让皮肤可以亮起来。然后大家有没有问题呢？我觉得我想问大家，就是对于我的书有什么问题，还是你觉得你的个人品牌有什么问题要问的也可以。好了，现在我来问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Evelyn 老师的新书发布会将会在几月几号举行？回答，有没有人回答？有没有人？哦，寇宇回答了，有人回答了，8月17号，是的，寇宇的答案是对的。老师的新书发布会将在8月17号举行。好，那么，哎，有很多人答对哦。好的，好的，我们派到没有的，没有东西派为止。OK， 有回答的都有奖品。我们是给一位还是都答对的？应该是首一位吧，第一位吧。给。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 Evelyn 老师的这个新书发布会将会在哪里举行？快点去作弊。对，刚才有提到，如果你一直在线上的话，你一定会提到。我们提了好几回呢。对的，在什么地方举行？刚才日期是对的。8月17号将在什么地方举行？会吗？哦 ，Bowie Berjaya Times Square Hotel。Bowie， 你的答案是对的。哦 ，Foresta 回答的是 Berjaya， 好的，你就 Berjaya Berjaya。OK。都是你们的粉丝哈。好。Even 蛋牛蛙老师的粉丝也在啊，好多呢。Nikki 也有啊。Nikki 老师。好的。第三个问题，好了，停止回答第二个问题啦，因为对的答案已经出来了。你们打字啊，要快一点。OK， 好，第三个问题，老师要第三个问题。好啊，好啊，第三个，你有什么问题？刚才 share 给你，你要问。好了，第三个问题听清楚咯。 Evelyn 老师的生日是在几月几号？哇，这个好像有点难，只有我的老师还有我的老公懂。快点快点去说。我的团队应该懂，可是他们不需要买，不需要抢票了。还有我的学员啊，你们记得吗？我们最近才庆祝而已啊，记得吗？有没有 老师的学生？我的生日记得吗？你们要去我的 Facebook chat 也是可以的，那边也是有写。Irene 出来了，7月27。谁写的？Irene Lim Irene。哦，那个是我中学同学。好有心哦。Irene 你要来吗？你会来吗？好了好了，就送你一张票来哈。好，谢谢你。好，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今天的造型是在哪里弄的？答案关掉。这不用讲了，大家看得很清楚。今天的造型是在哪里弄的？来看一下 ，Zenzo Studio。哎呀，我是。Yes， 但是有 Fresta， 你写的很对，是。Senso Studio， 但是你写 Senso Studio 是错的。OK， 还有呢？还有别的答案吗？Senso， 再写过，快点。Senso 哪里 ？Senso Studio， 写对了吗？对的，但是就是少了后面那个几个字，快点补上去吧。我写的啊 ，Senso Studio。好，
答案是，答案是，有吗？有对吗？看看一下，答案是 Senzo Studio， 对。Boy Star， 对，好的。我问到第几个问题了？第四个，第四个。好，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是，你现在收看的是什么节目？这个超容易的。已经完全给你们看到了。答案，哎，给他们作弊一下，给他们作弊一下。都完全在视频里面了，对不对？还不赶快答？今天你们收看的是什么节目？有人吗？还在吗？赶快啊！你们是在什么台看什么节目？有分节目的名字的吗？还是分有是啊。今天你们所收看的节目就是 Live Show with Annie， 哦，就是我啦。星期二的，是每个星期每个星期都会有两个嘉宾，嗯，哦，每个星期两天，星期二和星期四，啊，星期二和星期四，对，记得吗？嗯，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今天我们 Live Show with Annie 的主题是，哎呦，这个超容易的，我的书名是什么？已经给大家 tips 了。Iman TV， 你就是品牌 Live Show， 你就是品牌。哎，我是老师，我看你没有看哟。OK， 好，今天的嘉宾是，不用问了，再问下去要被打了这个问题。哇，这个有太容易了吧，简直是送票。送票啊，哈，对，你就是品牌 Yong Siu Wun， good， 回答正确，你就是品牌，对的，对的。哟，我写到这样清楚，因为体育你就是品牌 Live Show， 不是更好吗？你赢太多票了。对的，对的。你老婆已经来过了，所以不送票给你了。那么下一集的 Live Show with Annie 的嘉宾将会是谁呢？现在还不要告诉你。阿梅，问完了，导演。啊，问完了，还有什么要讲的吗？就没有票送了。所以还抢不到票的，就可以去我们的网站，或者是我们的 Facebook Image by Evelyn Chen 啊，去买票。对。或者是联络我们的 V-MEN 电台都可以。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Image by Evelyn Chen。还没有完、哦、对，还没有完。好，刚才回答正确的所有的朋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Evelyn 老师的这一个你就是品牌大会的普通票。好，好，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有专人跟在面子书跟你们联系，如何拿票给你们，或者你们到现场来找我们拿都可以的。嗯，其实我还想送，还送什么？送书。哦 ，OK， 来，老师现在要送书的。最后一个问题，要送书的，要问那个一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啊。刚才我们已经有提过你就是品牌啊，为什么我会推出，其实我们有一个课程，那个课程的名字是三天的课程，请问那个课程是叫什么名字？有吗？有听到吗？如果可以正确说出我的课程名字是那个中文或者英文都可以啊，你就可以。喂，老师，三天的课程的名字。对，刚才我有提到哦。哦，我知道答案了。你就可以拿到我的新书。没有来大会，我也可以寄给你哦。还会有老师亲笔签名的新书，对吧？是，有吗？有朋友记得吗 ？EP。哇，谁来这样厉害 ？EP。EP。用修问一样的人哦，好像是还有一个 Even 蛋，他们拿了还可以拿吗？是不是刚才已经赢票了？用修问好像没有。老师，答案是 EPP 还是 EEP？ EEP 才对。EEP 可以讲的答案对。用修问或者 Cherry 丢。用修问。EEP Image Empowerment Program， E stand for Image， 就是我们的品牌 Image Empowerment Program。对了，恭喜我们这位 E stand for
EMAG 就是我的公司名字 Empowerment Program Program 对对，就是我们已经做了34节，从 EPP EEP 不是 EEP 对 EEP 对 Image Empowerment Program 个人魅力品牌，恭喜你，你有好好的听课，刚才非常棒，谢谢。好啊，老师要现场跳一首 K-pop 来看吗？不可以，K-pop 要留到现场。现场我们有很棒的我们的歌 K-pop 的歌叫做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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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哇，所以是是，所以很好玩。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哈，一起疯在这个吧一起。嗯，好。那么我们的节目就即将到尾声了啦，我们还有两分钟就要下线了。哦、好，各位面子书的观众朋友，你如果有留守着的话，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伊琳老师的都可以，现在发上来吧。哦，有人要看你跳舞哎，老师，聊一下。817，817，817，梆梆梆，我们会梆梆梆 ，bang bang bang 啊，这首 Big Bang 的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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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听过对吗？啊，所以我应该会我们的那个团队穿球鞋跳了，不能穿高跟鞋，所以那时候我要，对对对，然后所以一下来我都没有跳 K-pop 的那个。从来不跳 K-pop， 不是我的 style，可是为了大家，我们就豁出去了。所以有想要看我们跳 K-pop 或者跟我们一起跳的朋友吧，一起就不要错过，还可以在我的线上就是 Image by Evention 哈、去询问，然后我们还有剩无几的票。好，那么现在在尾声，大家想不想我问一下比较难回答的问题给有点老师啊啊！我想了解一下，有点老师，你平时都喜欢有做运动吗？啊，我每个其实这个时段哈，8点到9点其实是我 Zumba 的时间，所以今天就 skip 了 Zumba 来这里。老师有做运动的哦。一个星期有一个课就是 Zumba。哦 ，Zumba 就牺牲了一个课来我们这里。是肯定一定要来呀、谢谢你们来哦，特地访问我们，所以星期二我是 Zumba 时间，其他时间有空的话我们会去的，我的那个 gym 做一下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好，那么老师平时的生活？生活是非常忙碌。生活非常忙碌，因为其实因为我们要就是要，其实我要照顾我两个小孩，我的先生是不在马来西亚的，所以我就要照顾小孩，但很幸运的我有妈妈，有时候可以帮我再送然后我们除了要管生意啊工作之外，也有很多的家就是要照顾小孩的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比较那个重要的是要怎么样子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还有我也是发现，就是最近就上课了嘛，才发现说其实就是一个女性企业家不只是要做生意，其实是要去集资的，集资从众筹融资对，然后才可以把生意扩大。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我们自己的很喜欢的事情，可是就忽略了一块。所以学习呢，可以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意模式，我们的人生。所以我是真的真心希望817可以帮助更多的女性企业家。那老师你的兴趣是什么？我的兴趣是电影。你的兴趣是电影，对，所以为什么我第一次来见 Annie 老师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其实我就是想，其实我的梦想是当女性电影导演。OK， 那好了。可是做不成那个导演编，我就把我的东西编成书啦，
然后我也是希望就是在我的平台上，在我的课程上是可以去激励大家，因为没有电影嘛，拍不到，还没有成为什么，你 know， 我是觉得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女性导演，是比较好像张艾嘉似的。一定有机会，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一向来我就觉得我非常喜欢电影，我是修电影的嘛。对，跟你一样对吗？所以我是说通过我的分享啊，我课程，我是不断的把一些故事传达出去，希望可以激励更多的朋友。所以这本书其实不是一个 know how， 是一个 know why。know why 就是一个人要改变，首先要被激发。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可以是激发大家好好的看待自己。你有没有把最好的自己呈现出来？你的人生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做到你的100%、80%或者是甚至是接近完美？你觉得啦？因为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完美的，除非我们已经不在了。对，不可能会完美的。可是我是想要让大家遇见更好的自己。所以为什么我要突破，要跳舞啦，要做这个做那个啦？就是一直要不断的成长的突破，成长，对，提升自己。所以是电影，你让我把以前的梦想拉回来了。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可以有机会的。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导演，每一个人都在主导着自己的人生。你的人生想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虽然你没有得选择你的出身，但是其实你有得到选择，你要往上走，或者是往下游。对，你有，就是你有那个资格，你也有那个机会，去把自己变成你是电影的女主角，而把它完成你最棒的电影，让你的生命更精彩，更加精彩。对，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分享也可以激励大家活出自己。活出自己非常好，这是我想这是我想做的，不只是改变造型，就要所有的女性尤其是女性朋友，不要只是为了家庭，也要好好爱自己，看一下你的梦想还在吗？然后你如何为自己争取，活出你自己。就像我们的导演这样，我会整天发白日梦。是，电影都是白日梦去形成的，对吗？对，企业也是一样啊，要造梦给大家。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就先学会包装自己，怎么讲故事，然后再把自己和品牌推销出去，就是这样。所以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分享，有问题的可以在线下，等一下PM 我们。对，谁说白日梦想家？他们拍你啊，白日梦想家，不错。这个。嗨 ，Jesslyn， 你现在才来啊？你谁是 Jesslyn？Jesslyn Lee， 也是一位很棒的女性企业家。叫 Jesslyn 17号过来啊。Nikki 恩是我的导师之一，也是我的团队。她的故事也在里面，有好多片。用我们的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是，她可以在短短的就简短最后一个故事告诉大家好不好？Nikki 老师呢是去年带着她的小孩来上我的课。她第一堂课的时候，她是带着小孩来的。然后告诉我说，他真的很想上我的就是全面性 trainer 课程希望可以学更多去帮助他的微商。然后我们喝了茶过后，他终于下定决心，真的是来上课。然后投资在自己身上，然后不到半年时间，我看到他很大的改变。因为做微商的朋友通常都不大爱说话，微商不是很会说话，他们很厉害在网上说话，可是如果你叫微商打电话给你，他们是不会打的，他们会用 WhatsApp 这样子讲，对吧？所以
Niki 老师来了过后就学怎么上台说话，怎么沟通，除了打造自己，让自己更有自信之外，还学上台讲 speaker， 当 speaker。所以课程过后呢，不到半年我就重新包装他，然后他也很争气，而我把他送上一个选美平台。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微商妈妈上了一个Mrs. H. List 的平台，竟然给她拿到第三名季军，然后拿到这个而且是最自信奖，因为她本来都觉得自己很不够自信的，竟然可以在这个平台拿到最佳自信的那个奖，所以她是觉得哇，人生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过后呢，我们就包装他，然后让他教一天的课是社交媒体的因为他都是做了好多年十年呢，十多年的微商，所以非常的厉害。十多年的微商，对对，真的不简单了。所以他就是在教这一块，从一个只是在线上做微商的妈妈，然后现在已经是我们团队的老师。所以我是希望说，哎，微商也可以站出来，因为在台上分享，你要 close 的人就不一样了，你可以卖更多产品，价格更高的，因为在线上的交易有限，对吗？人家也不会马上给你几千块钱，对吗？所以你要做大生意，要交易提高的话，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在线下去面对人群，然后去在真正的台舞，真正的舞台，不是在 Facebook 而已说话。有自信而有系统的这个我们也有教会不会因为现在在手机沟通越来越方便，所以当人家在手机沟通的时候觉得很 OK， 但是线下见人的时候，比如说 WhatsApp 的话，你这样子 WhatsApp 过去，我听了，我是有经过思考，经过包装，经过 edit 了，我才 WhatsApp 给你的，因为如果我讲错我可以马上改或者 delete 嘛，对吗？可是如果你听电话讲电话，你马上打，你是没有办法 edit， 没有办法剪接的，所以你要会说话所以很多微商就发现，哎，他们不懂得怎么应答，如果见面更惨，他不觉得他没有自信跟你有眼神接触或者是怎么样子可以跟你交流，因为我们真正见面不只是在卖产品，你是要怎么 connection， connection 靠的是什么，就是你的 communication skill， 沟通技巧，对，你要对怎么样的人，你要讲怎么样的话，所以这些可能是年轻朋友需要学习的事。讲出答案了有没有人猜的？你不要紧。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个人品牌里面的点点滴滴精髓课程的都很非常大的含义，包括在 online 怎么 brand 我们自己，都是现在个人品牌所要学习的啦，所包含的，在我的个人品牌里面其实是包括 online branding 和 offline branding。 当然我觉得人与人的接触是要有温度，温度就是好像我今天要摸一下，对，你摸到我的手，我在这里，你是不是有 feel 到？有 feel 到，在，对，我是真诚的，想邀请大家来参与来学习。可是如果我一直讲，哎，你有没有空啦？你 Facebook Live， 然后我在这边 Live，你在那边 Live，你会觉得怎么样呢？是觉得这个世界那个爱已经慢慢变成你爱手机了。看视频你不愿意为人家浪费时间，可是到最后你才发现你浪费时间是去赖别人的东西，那个冷耐是坏冷冰，对，而不是把好东西给自己，对，所以要参与一些活动或者什么其实就是爱自己的一个表现，因为你参与而不只是在手机看别人的东西，那个是比较就是好像八卦新闻或者是偷窥这样子，可是如果你参与，你去学习，是你真正的一个过程，是跟在手机上是很不一样的，是有在手机上可能没有那个温度，也许久而久之会认识那个人可是要时间，对对，
们应该要多一点出来线下交流，对吧？对对，我还是鼓励人家常常去活动认识人。活动可以增加人脉，如果你出现的那个啊 visibility 所谓的给人家见多了，人家也会认识你这个人，认为你哎你认真哦，你是一个会真的认真去增加人脉去学习还是去增值的一个企业家。可是如果你只是躲在后面，只是在 WhatsApp group，人家都看不到你，虽然知道哎你是在这个群里面，可是不了解你不认识你，想买你的产品也不会想到你。对，基本上我认为卖什么都好都是在卖你自己，是无论尤其是服务，对吧？对，就谁要别人投资在你身上，谁要you know让别人可以很快的拿钱出去买你的东西的，把一切要来哦。好，欢迎大家8月17号在 Vijaya Times Square Hotel 在吉隆坡企业领军魅力学约定你，还有当天也同时就是你就是品牌这本新书的畅销书的发布会哦。那现场你们买书的话可以得到 Evelyn 老师的亲笔签名还有合照，有没有？可以尽量，我们会站在那边好像人卡。好的，所以我谢谢我们的导演，今天还没有吃晚餐就花时间来帮我们。我们大家都没吃晚餐，老师也一样嘛。不要紧，我要减肥，我才可以在台上跳舞。好了，好，那么今天 Women TV Live Show with Annie 的这个节目就到了尾声，我们非常感谢 Evelyn 老师的赏脸出席我们的节目啊，那。你就是品牌特别鸣谢你就是品牌这本书的作者 Evelyn 老师，谢谢，还有下一个就是 Sanzo Studio 今天为我搞了一头的造型，老板会来吗？在星期六我们可以叫一下 Sanzo Studio 的老板。 Sanzo Studio 寇宇你要不要来8月17号有空吗？早上可以来一下哦。对，好的，那约定你企业领军魅力学8月17号 Times Square 这个 Times Square Hotel。对，8月17不见不散，拜拜。想要买票的在下面 PM 我们。谢谢，拜拜，谢谢大家，拜拜，晚安。